换灵不换身，你找的是谁？看到他背后有一个老奶奶扒着他，被这一个鬼给上身了，好像被无名的怪兽咬了这么一口，所以他这边的脸掉了一大堆。他妈妈就仿佛看到了一个女孩子，就是以前林太太女儿的脸在他儿子脸上浮现。